朵娜，发光乳霜粉钻瓶。下一站哪里咯？我们今嘛要去渔港。渔港？要下水吗？这个时间刚好，很热哎。刚好吗？一点，这时间刚刚好，你知道为什么吗？真的吗？这时候是他们刚捕鱼完回来哦，要到港口下鱼，最新鲜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下海？我们不用下海，我们去外面标，就是我们今天看晚上要吃什么鱼。对，最新鲜的鱼。电话给吗？对，寒假。你在住我们家意思吗？在住嘛哈。对哦。啊，你住的遐所在，调味料够不够多？六味嘛，糖啊，酱油、米酒啊。蚝油也可以啦，好啦，为滴啊，无要跟你多一世人啊，就一顿尔，清淡啦。哦哟，无食就无食，妈妈，慢呢，无食就无食。你知道吗？我在车上的时候说，没关系，你怎样都帅，没关系，你怎样都好吃。哎呀，对，然后他就很害羞呀。我就跟你讲啦，有爱的时候哦，放屁都香的啦，真的吗？没爱的时候打个哈欠，你都嫌他臭。你们没谈过恋爱，没结婚，你们不懂啊。对，我们就是不懂。然后没爱的时候，你光看他在那边剔牙，有没有？你都觉得哦，好伤哦。女生是重那种感觉，对对，哦，感觉不对的都没用，真的，对对对。那你时常给女生对的感觉？一定要啊！对啊，那你都怎么样？没有就什么都没有啦。那你都怎么样给女生？对，其实都是一点点，一点点。比如早上起来，给 kiss 一下，这样子。哇 ，kiss 一下，这样子嘞。这么可以吗？就一个小细节。哦，哎呦，那么爱拉气，这好搞嘞。哇！哎呀，关台别关啊！我拉气无气氛啊。歌王讲这个。哎，歌王不能拉鸡吗？我也许女工就是特别，不会，所以要讲出来。对，哥哥以前就是憋太久，憋太久了，到了不能讲，对，到了我们这边什么都讲。到了哦，哦，很快哎，如果没有，对，如果他没有标价的话，我们就看我们要买什么鱼回去。好，对。到呗，现在已经到了青山渔港。哦，到了，没错，我们要标渔获的地方就在这边，超多人呢。对啊，你好，超多人哟，都是让一档青山鱼港，一些开始标啊嘛，一些这种物件哦，你每档讲特定要看多几档。啊！因为你有听你若像，我袂使特定讲要看多少人。因为你若介意去买来讲，啊，其他另外一个我若介意去买，有阵时啊介绍袂够足贵的。哦，介绍袂够足贵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咱要有几种啊特定啊，啊，这种若无钓，相对无钓，咱来买别种嘛会使。哦，对对。哦。啊，花枝，哎，黄鱼，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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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磅？有几磅？几磅？几多？950呀，哎。不要紧，刷脸其实是开玩笑，但真的是大家给我们的热情都非常的感恩，当然很开心啦，但是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可以感受到这种台南或者说这种人跟人的人情味是台湾最独特的。对，我以后还是要跟爸爸妈妈出门票，就由他们在，
感觉就会有很多的东西拿着，你知道吗？当下是觉得自己特别幸福，然后可以跟着他们一起，然后也很感恩。竞标，我们家也可以，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怎么竞标。好啊，好啊，不用买东西，但我们可以两点，所以你这样很快了，你这样开心。走高台，是走高台。哦，你注意听，偷子我。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哎，他们在那边喊叫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边竞标，我那个感觉我真的很不一样，而且他们讲的那些我根本都听不懂，真的要在那个当地生活的人还知道说，哦，他们在做什么这样子。我第一次去看这样渔获，然后去竞标，行内的话真的听不太懂，看起来好像是有那种在拼的那种感觉。第一次见识到他们在画鱼啊，实在是太有趣了。两个人在那边一直在拍他这里，不知道他以为在吃豆腐，可是他就是200、300、400多。可是只要他一停，表示你的400我不要。旁边的人如果一拍，他就拿走了，表示他要。所以那个人他其实是靠感觉，靠旁边两个人在拍他来决定是谁要。这是我这次第一次看到，哎，太强了。刚老板说这边附近有一家 Old Day 在巷弄里面，会不会是这家？就是这一家非常有名，真的就是这一家，坐满哎，全部坐满的。那这里吗？这里吗？这家吗？是这家，这边这边这边。听说这一家很有名，要不要好吃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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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那我们就这样啊，一下起来来，乌鸦，就这样，一下起来来啊，你看不？哇，鱼呢？老哥，你有听到对不？我那个在外吃鱼呢。哦，啊，你辛苦登麦哦。来来，我来登麦，你是哦。你好，你好，啊，你那在可丽姐爱吃鱼呢。关东阳阳，阿树阳。啊，有。你有看灯吧？我去拿筷子。哇，最新鲜的都在这边。鱼丸。我这样来。谢谢，好，谢谢你。那我再弄点沙拉给你。我讲，坐下，我讲。嗯，好好吃哦，哎，很老啊你，好鲜哦，甜不甜？好甜哦，而且好鲜，很咸，鲜，对，非常鲜。哇，哎，你的汤头来加赞呐。对啊，高汤啊，高汤哦，赞赞赞。点了四个，那些都是老板自己换过来。啊，真的。一个人一尾，对，人一尾，然后一个人一个挖沟，我的妈呀！不好意思，哦，谢谢，哇，谢谢，哦，谢谢，谢谢，跟我拿，跟我拿，多谢，多谢，谢谢啦，你们怎么那么好啦？多谢，多谢，太贴心了吧！所以有爸妈疼的孩子像个宝，真的，嗯。它的这个鹅啊，超新鲜，新鲜到好像可以生吃的那种。嗯，其实它也是烫一下而已。你光它的肚子就可以吃到说，这是新鲜的、饱满的。它应该下去几秒就拿起来，对吧？对。对。哇！哦 ，OK。哎，还高啊？还高吗？哎呀，是没有。不要吃没有？哦。太野吗？哎，太野。哦。芒格。哦。芒格的，对啊。这虾子好新鲜哦，儿子来吃一个。好吃，谢谢。非常。哎，你们鹅蛋要不要酱油？我不要。要可以来啊，五花啦。哦，今天你要吗？那个虾好新鲜哦，新鲜哦，很脆又很弹。还是我又要跟他一起合作？好，哎，不错哦。你问一下，这个货量应该不多。这货量不多。哎，这个不便宜，这种拢爱在这种海港的边啊才吃。对，弟弟，你又再次加分了。
但我们在这个地方对了。我本来想说哦，这个结束我就不跟你联络了，那就对了。但这个呢 ，OK， 我发现不是我加分。是两个刷脸的下，没有你带对地方啊，你带来的地方是好的，好不好？把你的 email 给我，来来来来，赖可以吗？可以现在赖吗？很久的人没有用 email 了，我不想他随时找到我。哎，你看他的耳钉里面的料，啊，哦，这么丰富。好多好不好？好多料哦，我晓得就好。你晓你晓得，我晓得。我帮你剪哦，这谁家就赶快。我去里面。好，我去里面。哦，里面有。哦，对，要加酱吗？韭菜、高丽菜，是吧？好甜哦，好甜哈，很甜呢，它是甜的嘞。怎样？就很爽脆的感觉，就虽然是炸的，因为我觉得很油腻。其实鹅蛋最怕是什么？炸完之后那个鹅啊。揪嘴，来，赶紧看嘛，伊我来掉。哇，你话伊无揪嘴，嗯，那都够吧？嗯，那就不好意思了，来，你吃你吃，这边这么多。用力吃。嗯嗯，对，嗯，怕它里面鹅啊不够，其实可以叠一盘鹅啊。对，我来会你讲，嗯，但要有另外一半人在吃，不然不能吃太多。我有啊。你有，我知道啊，所以我们带你来这边，所以金宝龙你也啊，是啊，我高胆，爱过吗？爱过，爱过姐，好入梦噶，哎，宝宝你吃那一块就对了，为什么？没有，没有，因为那块特别大块呀，会喷的，嗯，哦，你要掉，那个双门胶很大，那聪明呢。好羡慕嫂子哦！对啊，懂吃啊，懂吃，懂吃，他懂吃还是他懂吃，两个都一起吃，互相都懂，都懂，都懂。所以这人跟你们相处的很棒，这样你们给我很，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是不是大家要住在一起？对啊，可以住在一起啊。啊，我们就没有，我们不用住在同一个空间，我们可以住上下对啦对啦，对不对？阿摩利偶尔只要只有你。我告诉你，你们要我姐姐。我惊惨，太困。懒人生态民宿，懒人太适合我们了。下车，都不用坐吗？对呀，懒人可以啊，好棒啊！我们不是来享福的，没错。欢迎光临！老板，老板，你好，老板，老板好年轻哦。对啊，还好啦，还好。谢谢。我稍微跟你介绍一下这里环境。OK。我们民宿叫懒人生态民宿了哈。嗯。架构在一大片余温的那个一个小岛上。对，有看到，有看到。四周围都是余温。哦。生态的话，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了哈。那这里啊，白天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钓钓鱼啊，钓鱼、烤肉啊，唱个歌啊。这个地方是户外的空间 ，OK， 所以也不会去影响到别人。哎，谢谢你，有事就找你，对对对，吹口哨，有事就找我就对了。吹口哨，好，谢谢，慢慢来，先慢慢来，谢谢，好，谢谢。那我们等一下在这边煮吗？对，我们今天我就直接在门就这里。哦，其实这边今天要煮的地方哦，这边，然后还有烤肉的地方哦，还可以烤，又可以烤，又可以煮，会烤，是车有没有？刚刚不是我有跟他们预定车，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用这烤那个。那我们有虾子也可以烤，对呀，虾也可以烤，虾比较快 ，OK， 我知道，用这个 ，OK， 哇，很赞，这生火很难生吧？我等下来生，我来生，我 OK 的，他最会生的啊，我最会生火的，我怕生。发生，你决定怎么会呢？那是我跟文晴来帮我好了。好，我帮。然后那个，那我们两个嘞，爸爸妈妈你们可以去旁边余温。
是要钓鱼啊，或者去旁边拍拍照，你们有打卡，你们去当网美，对，当网美，好不好？或者你们要坐着休息也可以，哦，对对对对，都可以，随意，对，随意要找你们，对不对？随意，你们尽量啊，可以找啦，我找艺术了啦，啊，我们可以生活，可以吗？不要生活，哦，那是啊，不好意思啊，爸爸那个招啦，我刚刚慢走，慢走，不是吗？爸爸刚刚有一种眨眼的吗？最顶呀，掉几滴血和酸，好，那没得啊。那我们，因为我有请制作单位帮我准备一些东西。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先加上今天的一些料理，你知道吗？哇，哎，你以后你的庄园买菜用一个这，我就希望安尼，因为什么厝迄遐小，我都起遮大。对呀，可以。啊，当饲较济只啊。哦，好多。那应该是一种很高级的一种鸡，叫什么的？我忘了，古画里面都会有的，类似国宝级的。对，国宝级，啊，日本鸡啦。好可爱哦。系啊，日本鸡较无啊大只啦。哎，所以这是起来观赏的吧？这应该不是养来吃的吧？无，这无可能起来吃，哎呀，细只无啥物吧？哦。系啊，要饲就饲乌骨鸡、肉鸡，吼，足大只的啊，系啊。哎，他们在很多人在船上哎。哦，人家真正咧有咧用开船啊出去呢，做一人客呢，你还钓鱼呢，你还做一人客。哦，哎，这个拍起来会很漂亮哦。先壳，我们先备料，我们先备料，我们先备料，好不好？该腌的先腌一下。那碗。我可能要跟他们借一下，这些腌肉可能需要。哎呦，有这个哎！哦，这可以烤，我们会烤三层肉的。可以，等下可以给我烤。然后就上面放点盐巴，盐巴用一下。好。哦，超大颗的啦！我的妈呀，红哥下午吃了那个鹅啊，啊现在又吃这个，哇，今天哎呀，招美丽啊，我来讲。家在云林吗？对，整卡冇这种气温。哦，恁家冇有吗？你能想象我小时候都在里面游泳吗？你敢哦，绿绿的。而且那时候养鱼啊，你那台鱼啊、台鸡、台虾，有一些那种白来还是啥，都是丢下去给他们吃啊。真的，一种假白来。然后一些菜啊、烂菜什么。哦，是这样哦。那时候都跳下去游泳哎，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哦，好不舒服哦。现在不敢了哈。觉得水应该不适合游泳呀。小时候真的是乡下。能玩都觉得很棒，很赞的。哎，你觉得？看到。这看到一个木台，你有感觉？哎，因为大家表演吗？你感觉咱暗时要来这表演，要来这唱歌吗？这是要哪唱？咱都。这是麦鼓吗？无啊，麦鼓去啊。麦鼓啊。哎，无啊。咱有迄支啊。哦，咱家有扎哦。那你讲。榻榻米啊，冷快啊！对对对，那袂歹听，那我把这里当舞台啊！哦，是哦，发表会啊，小巨蛋啊！对对对，尖叫声！嗯，袂歹袂歹，幻胸加足侪观众。对，冥想冥想。好，好，好，赞！好主意，好主意啦！好所在，咱两人最近也着一个这么大的雨伞，这么大的雨伞。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我是少年郑德义，走，跟着我们去旅行，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行程超乎你的想象。